还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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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
他怎么都可以啊？好吃烧哦，好，好吃。我的烧哦，到了耶！一根，在，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角落哎，一整排哎，真的，一整排，一整排，它的周边的海岸线呢？对，哇，在这个海湾里面，只要是海岸线，通通都是这样的建筑，海上的京都哎，而且它的建筑物跟陆地怎么可以跟海这么贴近哈？因为它要把船晒里边啊，嗯。这就是有一点是海上的那种旅馆，汽车旅馆的概念，海上 motel 的一个概念，海上小木屋，他船把它开进去，他二楼住人嘛。是 motel， 它这是 motel boat， 而且最夸张，一走进去发现那个海水有多干净，哎，好干净哦，日本海军好干净，这根本就弹珠汽水嘛。哎，我们这算是渔港哎，通常来讲渔港都会比较稍微是脏一点点，对对对对对。可是鱼很干净，太舒服了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我们可以近一点看那个屋子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到里面走一走之类？当然要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带大家看一下给吗？哦，抓鱼啊！抓鱼啊！因这就是哦，比如讲，因哦鱼毒毒的，剩的哦，甲落个网啊内底。嗯。啊，剩的鱼就去食。哎呦，哎，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！哎。喂，迄就是无海鱼。哎呦，有小鱼啦，有小鱼。真正小鱼。真正有两只抓到呢。传统的钓鱼方式啊。对啦。就他们的生活，你看。两只，好因的衫啦。嘿啦。嘿啦，渔夫装啦，哦，我这看连这医疗这些鱼。哇，真好呢吼！对啊，对对啊，你每天一下楼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海景哦。家的庭院是大海，在安内。哎，啊，你们家有用纸吗？有。啊，多大？哦，很难说，很难丈量，很难说嘞。你如果要说很大哦，是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对，游是就一千。这样下来一起床就下去了耶。无海而居的。山上的乡间小路，嗯，而且整个好像是住宅区，好像没有什么店家，而且闻不到海港的气味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海港有时候是会有鱼味道的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没有很舒服，真的是前面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没有大海，虽然天气是热了一点，没有错，但是海风吹起来蛮舒服的，而且一般山底下我们吹到海风也是。东南亚都会这样，哎，基本没，这边的海风是舒服的，是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刚刚那个耗子不是一开始在开场介绍吗？一楼是停车场，你看，二楼是住家，这真的停车场，这个画面很好。趴船处，停船处，嗯，椰青啊，青春场啦，哎呐，青春啊。哎，渔夫哦，去外口大海哦，搏斗跟大海搏斗以后捕到鱼货哦，刚好就开进来这边。哦，啊，听说过去这个就是专门停船的地方，那上面就是放一些设备器材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设备器材仓库的概念。上面那不还困上面？因为好像听说到冬天的时候，啊，那海风哦，滴滴声。太寒，然后真正屋子的主人就会住在这边的正前方后面那一栋，那个栋就叫主屋啊，靠山的主屋啦，一户人家就是两栋房子啊，一个停船的，一个是真正住的。所以来到这边，我们推荐给他们的住宿也是这样啊，有些人可以住这种船屋，有些人就住主屋这样，哎，都可以住。给你叫，哎，
抱歉打扰。现在的那个吼，这里还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，啊，这里可以铺个三四个人。哎，不会吧？哇，海景浴缸吗？哇，这么酷！哎，这么厉害！哇，这个应该就是这间民宿最大的卖点了。看着大海洗澡，泡汤。你看，而且是一个，哎，从这里看是一个爱心形状的耶。社长，你来看，这边有两张床，哎，这个是洋式的，啊，外面是日式的，那你看就两组啊，我说两组，两组客人，哦，而且他一个很贴心的是，哎，这边有洗手台，早上女生这边化妆很方便，哎，采光也好，我其实很注重那个房间的采光，哎，一早睡觉起来，然后阳光那射进来，这种感觉，哇，多好啊，被阳光叫起床，嗯，睡睡睡，没办没办。很舒服哈，哎，棒哦！跟你讲，我们这次啊，在宜根挑选的房型啊，算是非常特别啊。我们所有的房间就遍布在这条老街里头，哎呦，不是聚集在一起的啊，对，是分开的，所以你更多的时间啊，可以在这条老街散步。所以我可以住这边，也可以住这边的意思。对啊，像那个刚刚我们去的那个第一间啊，就等于是他们的大厅 lobby， 对，跟第一间房间在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二间，就是这里，在这里啊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赶快来看一下。Well, you're standing in the corner like you're standing on dry land. You've been all around in this part of town, and now you're waiting for a perfect man. 想要抱团了吗？对啊，这里一定要来看啊，来走逛啊。然后那个房间，我们刚看的房间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嗯。哦，小而巧，小而美。而且一家人住刚刚好。刚好，然后我比如说刚那个环境，我跟。老婆睡里面，小朋友三个丢外面榻榻米一样，刚刚好，哦，很棒哎。对啊，而且又面海。对，那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选新音，对不对？对，到处都是景点，你只要相机拿出来，按下去快门，到处都是景点。你还记得有你，我们去意大利威尼斯，它附近不是什么雷斯岛？雷斯岛，鱼也是渔港，对，它唯一的差别是说那个彩色岛，对，它的所有的建筑都是彩色，但是这边是走日式，比较沉稳一点的那个色彩。不好意思，我在拍照，要拍几张？你刚不是拍过了，一直拍，刚没有拍，拜托，很难得才可以来这里，我包这个场蛮贵的。好漂亮，哎，我先打个等，谢谢。来我们不是用买锁吗？把人家家的大门口锁住吗？忘了吗？买锁玩的，玩了好久了，好久了。记不记得你们还在上面看到个台湾人的留言？有爱情嘛，我打给他。我记得人家上面那个锁头都是写说谁跟谁的名字啊锁在一起啊，最后他写什么写锁定42台，然后就给他锁在上面。但现在不用锁定了，不用锁定42台了。那跟我们锁完还把那个钥匙丢到大海里。哦，往事。我们现在往前走，即将接近一根的名物。但今天是我一定要买的。但是今天星期一没关系，我回去再来补足这次一根的遗憾。但是我把它买回去，就是什么一根满开的。满开的樱花，满开可以买回去，可以买回去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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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哎呦，是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200多年哈，200多年，快点。你叫摄影师机器先准备好了。哎，摄影师跑起来。摄影师快一点。200多年，还是建筑好。好糊了。帮我扶一个，你补翻你。扶一个滚久的。好。
是小可啊，是小可，哈哈，刚开的小可啊，太棒了，200多米了。看到没有？它是什么颜色的？阿卡，红色。红色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会是红色？因为它用樱桃口味，樱桃口味用花酿的。它是赤米，它是古老的赤米。哎呦，所以酿出来是红色。红米啊，古老的赤。所以它把它酿成一瓶一瓶盛开的花朵。嗯，在这酒瓶里面，把它带回去。这个买回去送人家。那多么棒的米啊！真的哎，但不知道好不好喝，但好像现场有提供试喝的服务啊。啊，那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来，哦，太好。有人刚刚讲的口沫横飞的啊，就连一口都不可以喝啊。哎呀，他不喝酒。他不喝酒，没错。怎么跟刚刚的表情不太一样啊？星期一的表情都长这样。好。好浓好浓的米酒啊。那我觉得有甜甜的味道，然后我本来以为是新口的，因为像赤米，可是它好像没有喝到很新口哎，我反而觉得是喝起来是甜甜的感觉，有点像，怎么觉得像水果酒啊？甜的我可以哦，嗯，真的带甜味，带甜味。对，那是带了个甜味，跟一般的饮料不太一样哎。这辈子第一次喝到带甜味的米酒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你可能不喜欢哦，你别买了吧。这是一个女孩子会喜欢的清酒，是女孩子爱的。哇，哎，这个值得一口接一口，可以再来吗？这样一直讲好不行。啊！哎，你不是要买吗？你到底要不要买？因为这边只能试喝一杯啊，你买完之后，反正你又不能喝啊，我们两个帮你处理掉就可以了。你赶快买啦！我不会星期二喝哦。好，哎，推荐给大家，来的话，一个人试少少量这样啊，不要给人家喝太多这样哈。喜欢你就买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没办法。我的好朋友。哦，看那些海鸥为什么围着那艘船在那边盘旋？当保镖喽，保护他们，跟他们一起玩，真是聪明啊！没有，他们在喂他吃东西。哎呦，现在是用餐时间。哦，难怪我肚子也饿啦。对啊，吃也可以吃一下吧。啊，帮你们找到这间餐厅，真的吗？吃海鲜。这边请。吃海啦，这个很舒服的环境啊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哎，我觉得这一餐呢，我有一种很感恩的心哦，怎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享受这样的美景，然后用着眼前的这些美食，如果是沙西米还有米吉里，哇，都有啊，一整条的鱼，还有拿碗的米寿西鲁，这是什么鱼啊？不管它什么鱼啦，一定是一条好吃的鱼，哦，新鲜的鱼，然后那鱼肉还蛮扎实的哦，蛮扎实的。然后这个配上带一点点甜的酱油这样，其实还算是清爽感，因为那酱油没有很浓，没有很咸这样。太好吃了吧？它里面有淀粉，你若无讲，我阁唔知这是啥。这是什么？猜猜看。这个怎么感觉？它的外表有烤过，对，至少，至少，额头，它这个肉是在，它是在吃它那个脆度，脆，你说它有任何味道吗？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这是真的，它应该是沙西米界里面的一杯清酒。我还有这一只，你看，大的虾，哇，哇，这么大一勺。这种生虾吃起来呢，就原本的这个带鲜甜的虾味，然后带一点微脆感，然后在咀嚼的时候它有乳化感，啊，太棒了！啊，这就是海景配这个海鲜，美味会再加倍啦！哇，棒！你看，
还有田螺。嗯、啊？这换成什么？螺肉，你吃，你吃，你们想一下。有没有下药？有没有下药？最后一点时间去解决它。这个叫你要慢，嗯，慢慢的，慢慢，嗯，很慢很慢。这像是在吃一个有海鲜味道的鸡软骨啊。这是怎样呢？海鲜味道的鸡骨头。鸡骨头？你等我一下。啊，螺肉不都是脆脆的吗？嗯，不是。嗯，哦，吓一跳，哦，整个吓一跳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哎呀，真的在吃骨头的感呢，嗯，软骨啊，对，这如果软骨一起吃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来，啊，一起才算，哎，嗯，哦，抓紧点啊，哦，我抓紧，哦，抓紧点啊，好好，吓我一跳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怎么这样？不是你的 tempo， 我被激发了，被激发了。哎、欸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下面在动，往下面在动。哎呦，一段好的旅程，果然会改变一个人。两个激发。下面在动，觉得可以执行。可以弄一下哈、哦。可以，我整个 idea 都来。啊，办一个热斗团，看要在哪里热斗，就是让他们付团费，然后我们把它操到半死。对。他还感谢我们，谢谢，给我们一个这么特别的旅程。我觉得这个是啊。ID 也会中，然后大家团就分就我们接三大团啦、啊，三间公司出来比赛啦、啊，对，三间公司的员工旅游，三间公司来比赛，对，你们做就可以。我的好朋友。哇，开心的生活呀、啊，是哎，现在三点多哎。下班啊，下班要创啊？伊家己叫个酒就怎么样？在不在真的吗？啊，你妈的我派对啊！很早就喝了，很早就要睡，因为他们隔天要很早的起床，又再去捕鱼这样子。对，嗯，这片海景都是他们的。对啊，就这样世世代代，世世代。哎、欸，他有自己的喝法呢，气泡三天呢。嗯。你看他浇气泡水，然后进去，他刚刚那个打开另外。啊，这女生会爱你的，看一下她的表情哦，我投给你，哦、啊，おいしい，哇，红豆，おいしい，红豆，特调了，海上特调，哎、啊，海上特调，而且它是刚刚满开的老板，我亲自帮你特调，它调配差不多就是一半啦、啊，一半一半，来来来，来干嘛？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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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真的吗？这样好，这就是在甜味来讲的话，变成果汁有汽水。吃完就是要这样嘛，这样啊，随时随地放轻松，然后四处交朋友，吃吃喝喝，这就是啊。我的 Hesco， 伊恩的 Hesco， 伊恩的 Hesco， 啊啊，好智商哦，哎呀，哇哇哇，好，好吃，哇嘛，哦，哎，这个这条配酒，我的好配酒，大家的，我的。奶加醋皮，这是我们的船吗？对，我们船现在都在吗？哎，要啦，要做这个啦，这个超推的好不好？对，你看哦，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那个，刚刚都在街道上嘛，现在我们在海上面呢，你看这180度的一个环绕。把周围一次把它看齐了，对，唯有把船开到这个内海啊，这个海面上，你才有办法把整个有没有一根放在你的回忆里面，你知道？
哦，太美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果然是国家级的传统保护的文物啊，嗯，不能乱拆啊。而且我们刚刚在港口啊，认识了三位新朋友，现在开这个海上啊，还要再认识另外一群新朋友，等一下就来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家不都是在船上？OK 呀，不是在船头，就是在船尾。OK， 每个会找自己舒适的角落，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挺好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滚！哇，是这样位哦，黄金二雷手果然厉害，滚！喂，你漏接嘞！呼呼！好厉害！让他看，他不敢来哎，他敢下来吗？他一直看，不敢下来。不敢下来。嘿！哎，一、二、没有接到半截。啊，哎，浮球啊，这个好，我好美哦！你看这个，看看你们喜欢哪一个？我就这两个比较 OK 哦，很可以哦。这两个这多少钱？1500才450块钱哦，可以啊，毛去掉。这个也很可爱，你看这个。啊，这个也 OK 啊。一个干物，掉了，好好笑哦！这个不错，这个比较可爱。这很可爱，这个鱿鱼，要买，要买。啊，这好久啦！你要告诉观众这是哪？如果要买，要在哪？你如果要买，你必须进这个是观光局嘛？观光协会。观光协会进入观光协会，表示这是鱼的家。哦，这个也刚好符合你们。鱼的家。台湾。那我真的要是这一只哦。对，你关哪一个？你说为什么我是鱼骨？被鱼吃剩的。对，被鱼吃剩的。多喝你啊！你看这个，我想要买这个。我想、这个、你帮我结账。这个图案，周屋啦，一根的周屋明信片，一张一张。哦、嗯，对对对对。对嗯、他说啊，一根是那个北边京都的北边，然后很安静，然后又很平静。然后呢，他们都放着海，从来没有改变过 ，nothing else。